停停停，三伏天不要做这么剧烈的运动，特别是中老年人，会消耗掉我们人体大量的一个阳气。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分享一套不跑不跳的拍打操，大家点赞收藏，到老了你会感谢你自己。动作一，我们左右扭胯拍打自己的百会穴，每天拍打50次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动作二，双手交叉拍打我们的云门中府穴，提升我们的肺活量，燃烧多余脂肪，每天练习50下。动作三，一只手拍打我们的膻中穴，另外一只手拍打我们的命门穴，同时向前点脚，准备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每天拍打50下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双手空心掌从我们的腹股沟一直拍打，拍打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。人老腿先衰，肾衰膝先软，我们所有中老年人腿部锻炼不可少。今天就分享以上四个动作，大家一定要点赞收藏，每天练习，你的身体会越练越轻松。关注合一，不活99，谁也不许走。